我们要来吃粥底火锅，有米粥量。这里有很大的中国最受游客喜爱的十大夜市。哇，这个感觉厉害哦！很帅，300元免单，心跳挑战。哇，这是一人一锅的。免费雪糕，看一下，这里是一盘一盘拿的。最爱最爱。这虾是活的，活跳跳。先切牛肉掌。这都是自己吗？不是不是，按盘算钱的。他这个很贴心，都写算的时间要3分钟，这里有写算的时间1分钟，纸巾要钱，2块钱一包，还可以。哇，货真价实，薄利多销。先在这里拿菜篮子，这些都是我们拿来的战利品，这样子超划算。除了这个之外哦，大家猜一猜多少钱？这个好处就是一人一小锅，所以就是因人而异，大家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配什么吃。那老王同学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还好，又还好啊。但其实蛮划算的哦，因为我们叫抖音团购，4个人的只要230，所以其实性价比很高。然后我们除了这一盘啦，牛五花是另购，还有卫生纸，广东标配卫生纸都要另外买，其他都是含在套餐里面的。那因为也我们刚刚前面也有吃了小吃了一轮嘛，所以来这边就刚好洗洗胃，吃点清淡的概念。圆圆有什么要讲的吗？这里很吵，这里很吵，然后很热。我们是只有一个塑胶布，外面就是室外，这边没有什么空调，就是很热闹的状态。好的，那你会推荐大家来的时候来吃吗？哦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，哦，除了价钱很便宜，其他都还好。那它的材料新鲜吗？是新鲜的，但是，但就是还好。没有那种，不如去吃那种茶店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可替代性很高。哦，好的。价钱便宜。它的便宜是因为它的食材新鲜了，所以你会觉得性价比不错。如果是一个人不煮饭那种的，因为现在我都煮饭了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划算。但如果是一个人不煮饭的，我觉得是很划算，因为等于是一个人才60块嘛。那如果在上海230，不太可能嘛。在上海是一个人要150-180。好，哦，对，就基本上是，而且你看它都鲜牛肉嘛。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拿，就是那个小哥在现切，然后就觉得哦，超级新鲜。好，我们继续吃了，拜拜。抽队长，好，抽一张。抽队长，确定？确定。好。你说嘛？1000减免100元。对，这次已经买了单嘛，下次再来逛啊。好吧，减免100耶。有了有了，老王同学，
Jeffrey 在这里。